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哎，既是跨过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 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需要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。你也可喘息片刻，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。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。 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嘿嘿，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一扇门吧。
放开！是深浅的，这么往前硬扛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
杀你，嘿，待会儿被人关了下来，断然也是个死。快告诉大王，那猴子又来了。
出声，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。后院那厮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林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快糟了，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，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
你是何人？敢来此仙山？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唉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